张恒获郑爽妈妈认可，郑爽妈妈希望二人将婚礼提上日程。最幸福的婚姻就是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可。虽然说婚姻归根结底是两个小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但是在婚姻中如果能够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就更加完美了。郑爽在综艺节目中还是相当受欢迎的，毕竟她在综艺节目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最为真实的一面。而在近期的综艺节目中，郑爽的男朋友张恒和她的妈妈也谈到了结婚的事情。毕竟郑爽如今已经29岁，30岁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期，父母都是希望子女可以在30岁之前完成人生大事的。而张恒也表示自己和郑爽计划过想要去不同的国家登记结婚的。年轻人的想法就是比较新奇，但是郑爽妈妈也是同意的。